我唔是故意好意，他都可能把他放个疫情不错。你就敢那会晓过干小拍冤家，你有顾着萌萌无？啊，伊迄边还冇叫你拍着呢，那不是安那去个保护条，反正你起码叫你拍着伤啊啦。啊，林家真正小够惨，既然我阿那达无在家，我去别位找啦。继续玩，拜。 小杂毛，你怎样才是用刀了？你还不来，狗干来，你气话不来，你真正没见笑，没见笑，没办法。你是后患兵啊！你偷啥？孩子，这是我独家，可惜嘞。 最近压力上大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歹势。你搁较安怎无法度控制情绪？你嘛袂去提囡仔咧躲开啊！你安尼雄雄公公硬甲囡仔带走，烦恼的毋是大人尔咧。囡仔互你惊着，你知影无？你看毛毛，伊就开始惊你啊，你不是无？ 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做很多不对的事情，可是妈妈现在也知道错了，妈妈答应你，妈妈一定会改，我会做萌萌的好妈妈。萌萌，你还愿意让妈妈回到你身边吗？ 你得叫毛毛的希望，我当去伊的身躯边，互咱重新开始好无？那你离婚签离的时阵，你若是会当无顾一切来甲我拍政府这份官司，我真正会相信你是真心的爱毛毛。啊，不过即马你去互黄志尊放生，你才想要倒来阮身躯边，安尼我算啥？毛毛算啥？ 安尼对我甲毛毛敢有公平？我已经知影后悔，无失去，就毋知影痛苦。我就是有失去你甲毛毛，我才知影，我袂当无恁爸仔囝。 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莫阁讲，我真是无想要伤害你，我才无讲出绝情的话。如果我讲，我唔对啊，我若无给你讲哦，唔那茫茫，凡世全部的人拢阁会受到你的伤害，你知影无？妈妈。 安娜，这次，甲毛毛牵呢，咱来走。好。等下，你这小杂毛，害我甲朱雪莉，祸害我一家庭，毛毛听话，妈妈听话。朱雪莉，你把你做事关到我身上来。安娜，你要紧无？我不要紧。行行行，咱走。
安娜，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咧烦恼这哈？哎呀，你唔知呀，我是靠命咧食饭的呢。好啦，我是惊我若破相，毛毛会惊啦。毛毛，你别烦恼啦，我无代志啦，好。你哪戆啦？你替我动什么啦？你哪受伤哦？就无人照顾毛毛呢？哦，那家乱啊，规身躯汗呢。好，进一步消息了，你赶紧搞通知哦。好，感谢你。大伯，毛毛伊的心情敢有较好啊？可能是忝嘛，今麦要困。你嘛伤忝嘛，我已经热汤熬汤好烧啦，我替你递一碗。多谢你。